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种花旦蟹了，今天难得在海边上遇到这两个，拍个段子分享给大家啊，看一下它的绝活，是不是很牛掰啊？进来的朋友啊，如果你心情好的话，就帮忙给点两个小红心，喜欢渔民生活的，加个关注，等等每天户外感直播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你们一般在海鲜市场上看到的这种墨叶螺，水分都是特别多的，称重之前一定要记得先把水分挤干净。最好呢是从家里带个洗衣机过来甩一甩，学会的朋友刷机关注我，看我每天户外赶海直播喽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啊，这个东西叫做海狮鳖啊，也叫琵琶虾啊。据说它的外壳是异常坚硬的。今天咱从超市花了3米啊，买了把新剪刀来挑战一下，希望能够唤起你们三个双击啊。如果你也喜欢大海，在手机不卡屏的情况下，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海边直播。兄弟们，挖蛏王要有技术，那个技术还有经验，这个经验那要数咱们家的老大爷了。这个老大爷今天的技术是非常超强的，有的朋友进来会给老大爷点个红心啊，有的朋友怎么要还要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个关注啊。一会再带你们赶海直播啊，父爱是伟大的，给点个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兄弟们！映入大家眼前的这个东西叫三眼恐龙虾，听说3亿年前就活在这世上，到现在已经成为活化石了。进来老铁，在不影响你手机正常使用的情况下，请你给我留下一个双击，这么要大家能给吗？不给没关系，关注我，今天晚上12点钟左右直播。